现在上课了，同学们。我们讲中医学的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第五个问题，治保疾病的防治。用阴阳学说来指导疾病的防治，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叫调节阴阳以平为气。说仅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气。这是阴阳学说在中医养生防病治疗当中一个核心思想。具体说来，一养生，中医强调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说要根据阴阳的规律，从天地人三才一体整体来考察这个疾病的状态，来调节人与环境之间的阴阳平衡，调节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达到以平为气。这和与术数，是术数在这里不讲啊，不要求同学们掌握这个术数。这个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术语，术数也称术数，这两个字颠倒过来。术是指方法，第二个术是指气术，也就是以各种方法来观察自然现象，借以推测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和气数。这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有门叫术数学，专门一门学问，叫术数学。我们今天借用的，比如在我们医学里面涉及到的天文和历算，就历谱，那属于术数学范畴。说法阴阳，和以术数，那就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讲春夏秋冬昼夜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运动，那么它们的阴阳变化，人体也要与之发生相同的节律变化，要求人体的节律和外界环境的一致，要符合这个气数的变化，达到调整人体内外的阴阳，最终取得和谐状态。这里面的具体的要求，不需要大家去进一步去了解去，知道这个术数。将来在学习《内经》的时候，老师还进一步讲，在《易经》里面术数是什么意思，可以了。二，确定最基本的治疗原则，也就是最基本的治疗规律。那么阴阳失调大致分为偏盛和偏衰。那么用阴阳学说，那么确定对偏盛和偏衰确定的基本的治疗原则。偏盛表现为实的症候，那么就确邪；偏衰表现为虚的症候属性，就要扶正，要确邪和扶正。用阴阳学说来说，阴盛和阳盛，说阴盛表现为寒症，就是寒者热子，寒属阴，热属阳，就用阴阳对立的观点，寒者热子，阳盛它属于实热，那热者寒之，叫热症，用寒来治之。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就确邪来说，通称为泄气有余。治疗疾病，一实则泄气有余，虚则补气不足。阴阳偏盛属于实，一般的规律就要泄气有余。具体怎样泄气有余呢？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适用于阴盛，热者寒之适用于阳盛。我们前面讲阴阳失调是讲过，说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阴盛，在阴盛的条件下，一定要想到阴盛必伤阳，阴盛则阳病。所以，虽然是实寒，它必然要兼有阳虚的。
改变。在这种条件下，在卸取有余的同时，要考察是否存在着相对的不足。在治疗上要兼顾温阳，那就考察它阳伤阳的程度，来确定兼顾的程度。也就是说，在泄气有余的同时，必须兼顾不足，这体现了阴阳的不可分离性。阳盛，阳盛必损阴，在阳盛的条件下，必然要出现阴虚的一些改变，仅仅是程度的轻重而已。因此在治疗上，在热者寒者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养阴，兼顾养阴。这也体现了阴阳的不可分离性。阴阳偏衰的调整原则，那就是补气不足，阴虚补阴，阳虚补阳。就用阴阳学说确定阴阳偏衰的治疗原则，扶正补气不足，如何扶正和补气不足呢？那么阴虚补阴，阳虚补阳，这是最基本原则。站在表述上有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一叫阴阳病治阴，阳病治阴，说阴虚要补阴，补阴这个概念。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叫阳病治阴，阳病是指阴虚而言的，阴虚这个概念最容易混淆的，和下面的阴病之阳它俩成为一对，最容易混淆。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叫壮水自足以治阳光，这是来自于王冰注解《黄帝内经素问》。换句话说，壮水自足以治阳光和补阴等之，它俩是同义语。说阳病治阴，就是本质上就是补阴，它们都是同义语。最简单的掌握的方法，阴虚就是补阴。另外，它还有同义语。说阳病治阴就是补阴，说壮水自足以治阳光就是补阴。当然了，在这里嘛，在我们第一章里面讲的壮水自足以治阳光，仅要求同学们掌握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壮水自足以治阳光这样一个判断，这样一个原理，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以后的陆续再去学习。阳虚，那基本治疗原则就是补阳。那么如何来补阳呢？它与阴虚相对，一要阴病治阳。阳虚那个阴是指阴病而言的，阳虚的病，阴病，阴病治阳。和阳病之阴相对，阴病之阳的本质就是补阳。第二种表述方法，它和壮水自足以治阳光相对，它俩是一句话，都是王冰提出来这样一个命题，叫一火之源以消阴疫。一火之源以消阴疫，本质上就是补阳。同样道理，和壮水自足以治阳光一样，一火之源以消阴疫这个原理，这样一个原则，这样一个命题，还有丰富的内涵，这些都需要到以后面陆续再学习。在这里仅仅要求同学们知道，说一火之源以消阴疫就是补阳，调整阳衰的；说阴病治阳就是补阳，是阳虚治疗原则；说壮水自足以治阳光是补阴的。那么阳病治阴就是补阴，是调整阴虚的基本治疗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在治疗上还出现了阳中求阴，阴中求阳这样两个具体的处理方法。这既是原则又是方法，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在阴衰的条件下会出现阳阴损积阳和阳损积阴两种不同的病理表现形式，也可以说它是阴阳偏衰的特殊的表现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阴虚需要补阴，阳虚需要补阳。按照一般的推理，那么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它们共同特点是阴阳两损，就阴阳两虚，那就阴阳双补就可以了。但是呢，张仲景提出来阳中求阴，阴中求阳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所谓阳中求阴，就是在阴损及阳的病理状态下，注意，就正好来说，它以阴虚为主，阳虚居次，这样一种阴阳两虚的病理状态，在治疗过程中，在重点补阴的同时，也兼顾补阳。少加补阳药，促进阴液的生长，这个原则叫做阳中求阴。这个是我们在这一节里面讲的一个难点，阳中求阴。它呢，左归阴，左归丸，右归阴，右归丸，就是基于那么阳中求阴，右中求阳来的。那么阳中求阴，就是左归。阴中求阳，就是右归。那么阴损及阳的时候呢，是阳虚为主，阴虚为次。治疗的重点是补阳，同时也兼顾给补阴的药物。那补阴稍着以补阴，促进阳虚的改变，促进阳气的生长。这就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那么两种特殊的处理方法形成两个概念，叫阳中求阴，阴中求阳。这就是用阴阳学说来确定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基本原则强调的是偏盛、泄气有余。记住，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而偏衰、补气不足，就是补阴补阳。在这个前提下，记住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记住，一火之源以消阴液，壮水自足以滋阳光。这些最基本的掌握以后，再进一步掌握难度比较大一点，就是那个阳中求阴，阴中求阳。实际上，阳中求阴，阴中求阳，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平调的方法，平补的方法。它区别于壮水自足以滋阳光，一火之源以消阴液，是一种调整阴阳偏衰特殊的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又恰恰为临床所习用，它是由张介宾所在《内经》和《解药全书》当中所创立，它的著名的方剂就是左归和右归。这个左归和右归就体现了张介宾关于阴阳互损跟阴阳互利原理确认阴阳互损这样一种学术思想。第三，阴阳学说在房子学的应用，就是对药物的属性进行分类。我们这仅仅举一个例子，针灸的穴位也同样可用阴阳分类。那么用药物治疗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这里举例是阴阳学说如何分析药物的阴阳属性。药物学基本的原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我们用阴阳加以分类，说四气寒凉属阴，温热属阳；五味呢，酸苦咸属阴，辛甘淡属阳。那么药物的升降浮沉，沉降属阴，升浮属阳。用阴阳学说来指导对药物性味气是运动趋向升降浮沉最基本的性能的分类的认识。阴阳学说在中医学当中应用，中医学的应用，那么就上述我们讲这么些举的例子。上述讲的一些是指如何来应用阴阳学说所建立起来的中医学的科学观和科学思维方法，去论述医学的基本问题。
论续生论述生命，论述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这些属于医学的基本问题，用阴阳学说来论述它。我们前面讲气一元论学说，那是用气一元论的基本原理去论述生命的问题，论述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这是用阴阳学说所确立的科学观、医学观和方法论去论述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下面我们讲第三个学说，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它是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个学说，它的基本思想一，常认世界是物质的，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构成的。世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运动变化的结果。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的运动变化来说明事物的多样性。第三，最重要的是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的关系，生克制化的关系，用普遍联系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上的观点来论述五彩缤纷的世界，复杂的事物之间它们的统一性，确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系统的观点。因此，现在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朴素的普通的系统论，已区别于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它也是我们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的哲学基础之一。中医学将五行学说引入到中医学以后，用它来论述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问题，形成了中医学的五行学说。我们这里讲授的是中医学的五行学说。第一个问题讲五行的概念，在中医文献里呢，在中国古代的哲学的著作里面，那么五行的概念一有常识性概念，最早在尚书弘法里，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观察到的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五种物质元素，基本材料叫木、火、土、金、水，咱们叫五行，印度叫四行，古希腊的医学叫空气、水、土和火，我们呢叫木、火、土、金、水，都是同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承认世界是由这么几种物质材料所构成的。那么，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这个五行就常识性的基本物质材料这个概念，具体物质概念上升为抽象的哲学概念。那么现在怎么样定义它呢？五行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第一，确定五行是五种最基本的物质，用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就是用五行的运动变化来阐述世界的多样性，来阐述世界的本源。讲到这里，我们前面讲到气，天地本于一气，气本为一。那么气一物两体，由一气一而二分为阴和阳。那么阴阳和五行什么关系呢？气阴阳五行什么关系？一气分阴阳，气本为一，一分为二，分阴分阳，由气发展为阴阳，用阴阳来说明世界。那么阴阳只能告诉我们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用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去说明世界，去认识世界。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事物的多样性，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随着人们的思维深化，就提出来阴变阳合化成五行，用五行来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来说明事物之间复杂的关系。第二讲，五行的医学意义。在中医学里面，五行的医学意义包括三个内涵。一，它是物质概念，就是五种物质材料。比如中医学在论述自然的时候，讲苍天之气、五常之气、五气，也就是五运六气，这些都是指的这个五行之气，指的五行是指的物质来说的。都是指什么呢？具体的物质概念而言的。二，指事物的属性，指事物的属性。中医学用五行木火土金水它们各自的属性来说明自然界人体健康疾病的属性，也就是说用木火土金水它们的自身的表现的特有的属性来用类比的方法推及到人体健康和疾病，把自然人体健康和疾病用五行的属性加以归类，分别用木火土金水来阐述他们之间的性质和他们的关系。这一点将来我们下面再讲五行学说基本内容的时候还有进一步讲到。这性质就是指着五行医学意指着事物属性来说的。第三，在中医学里面，五行的医学意是用五行它表述了宇宙的基本规律。什么规律呢？生科自化，是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生命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体现为普通的系统观，就朴素的普通的系统观。总结五行医学意义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中医学的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物质及其运动变化。四，表述物质及其属性的概念。总结上面的医学三个含义，我们最终把它归纳起来，中医学里面五行的含义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这五种物质构成了天地万物，这五种物质是不断的运动变化的。用它的属性来说明事物的属性。一言以蔽之，要求同学们记住这个定义。概言之，中医学的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物质及其运动变化，一定强调记住及其运动变化。是表示物质及其属性的概念，这是五行在中医学当中的医学含义最基本的含义。在中医的五行学说里面，请大家注意，五行的内涵，它不仅仅是哲学的内涵，而是哲学和医学融为一体，是哲学和医学的统一体，
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医文献的时候，注意五使用五行的概念，在不同的条件下，是从哲学上来说的呢，还是指具体医学上来说呢？分清楚条件，这也体现了汉字的多义性，中医术语的多义性。比如五行既要主物质，又强调是运动，又强调是属性。什么情况下指属性而言的？什么情况下是指物质而言的？第二个问题讲五行的属性。我们前面讲，用五行的属性来说明自然、人体、健康、疾病等事物的性质。那么什么是五行的属性呢？第一，讲讲五行属性的概念。第一，什么叫属性？注意，属性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在我们这个中医学里面，涉及到两个学科，一哲学，一个是逻辑学。从哲学上来说，属性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比如我们讲气，气的固有属性就是运动，说运动是气的固有属性。这从哲学层次来说，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源，是极其细微的物质，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二，从逻辑学来说，是指事物对象的性质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包括对象的状态和动作。这个和哲学的属性是不一样的。从逻辑上用这个事物的属性、对象的性质和它相应的关系来对事物进行逻辑分类。那么五行的属性是什么呢？我们定义五行的属性，就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具有的特有属性的统称。我们一句话概括起来，什么叫做五行的属性？五行的属性就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具有的特有属性的统称。具体而言，就是土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架舌，金曰冲格，水曰运下。这就是五行的属性。中医的五行学说就是用五行的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进行认识，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五事物属性的分类表，在学习中医的五行学说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就是把这个表背起来，牢牢的记住。这是根据这个表来我们讲它的思想。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个选取这个表叫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表啊，取于内经。大家注意哈，中国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用五行的属性来对事物进行五分，然后用五行的生科字化的规律来说明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既说明事物的性质，又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表，就用五行的属性把天地人世界万物所有的属性一分为五，囊括其中。从天地社会人事乃至于国家制度都囊括其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认识思维的方式。至于同学们将来看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表、各种各样的分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今天理解不是看它这个分类哪一点不确切，而是看他这种思想，用系统的思想来认识世界，来分析事物，用生科字化这个关系来说明事物之间这个复杂的关系，贵在于此。学习五行学说，那么这个表所涉及到内容是我们在医学里面涉及到的最基本的内容。大家看
用木火土金水的五种物质的及其运动的属性，从自然到人体，从天地人，把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一分为五，凡是具有相同属性，都使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比如以木为例，木曰起之，在人体以肝为核心，说肝具有木的属性，那么肝、胆、木、筋、怒、呼、卧这些事物生命现象通通属于木类，它们同属一个性质，使它们形从内到外形成一个统一整体。自然界五春冬风生清酸平淡绝都具有木的属性，因此它们属同一系统。以此类推，就是用五行的属性将自然界和人体各种复杂的事物进行五行的分类，分别纳入五个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用这个来说明人体的统一性和人与环境的统一性。再进一步抽象，奠定了中医学这个系统的思维方式，非常难能可贵。这个现代的科学哲学家，从西方哲学到东方哲学，生物哲学研究生物现象里面的复杂的因果关系，高度的评价中医五行学说，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学说，深刻字化来善明的事物之间的复杂的因果关系，称之为复杂的因果术。大概说明生物现象的复杂因果关系，最现代的，因为最好的西方的一个学说叫超循环论。但是他所说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没达到五行学说通过深刻字化这个规律所阐述的事物生物现象之间的因果关复杂因果关系。这个五行学说现在计算机的专家，大概清华大学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正在搞啊，那么用五行的深刻字化把它用到计算机上来表述。我们今天在讲深刻字化，那个时候计算机信息科学和数理科学结合到一起，那变成了生物信息学，用生物信息学来表述五行学说的深刻字化的概念。那么用五行的属性来类比，来说明事物的属性，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我这里面强调一个重点，来类比，类比，这是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过去我们叫原物比类，也叫取向比类，取向比类，用逻辑学来说，它属于类比思维。用性，那么肝绝不是木，它俩不是等值的。木有这样性质，类比说肝也有这样性质，肝主疏泄，它呀有储余的特性，但它俩绝不等值，它们还有差异。但是贵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敢于把肝这一类定它具有木的属性，便于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体现出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人这个传统的类比思维具有高度的想象力，有丰富的创造力，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科学研究当中那个科学创造思维这个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当然类比它仅仅是像，是类似，绝不是那个判断的是是非的是，那就是说和原型还有一定差异，但毕竟是
它有它的长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长处。现代科学的系统思维也是如此，充分的利用那么类比思维的方法来考察事物，也是培养学生具有创新能力的第一个基本功。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逻辑思维第一个培养起来类比思维的能力，没有这个就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具有发明创造能力。但是从逻辑学来说，那么这类比思维得出的结论，因为它类似，不是是否的事，没是肯定的事，它必然又有不确定的一部分。我们来认识五行学说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看它得出的结论不确定的那部分，重在考察来继承它那种类高度的创造性、丰富的想象力，用那个系统的观点来考察事物。通过这个表应该念出这些思想，不仅仅是背下来。这就是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啊。第三，我们讲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一，五行生克的规律，叫五行生克。第一个规律叫五行相生规律，五行相生，那么记住它的定义，记住它的具体的规律。什么叫五行相生？五行相生是指五行之间互相滋生和促进的关系，它是一个关系范畴的概念啊。把它相生，大家注意，在我们中医学领域里面，念中医基础理论，一讲相生，马上反想到的是五行相生，我们可以省略五行。在另外一个环境，仅仅提到相生，那么其他学科无法想到五行相生，所以规范的表述应该是五行相生，而不仅仅是提到相生的概念。但在特定环境下，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这本书里面，仅仅写相生这两个字，任何读这个书的人都会想到是五行相生。他换了一个环境，大家注意，科学术语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内涵，有不同的意象。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学科，在特定学科里面它有不同的意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限定它在什么学科领域里面。那么五行相生是指五行之间，记住，互相滋生，互相促进，是这样一种关系，就叫做五行相生。那么相生的规律呢，我们分相生的次序和相生的关系。相生的规律叫以次之生，循环不已。大家注意，以次之生，循环不已。我们打出来一个示意图，叫木火土金水。木叫木火土金水，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循环不已啊。这是它相生的规律之一，它的次序。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阴和两星之间按照相生规律都有一个母子关系，以木火土为例，木能生火，木对火而言为之母，母相对木而言为之子。那么火对土而言呢，火能生土，火为土之母，土为火之子。在五行当中，任何一行在相生关系当中，它既可以是母也可以是子，那就是在两行相比较人看这个行，比如火，它对木而言它是木之子了，对土而言它又是土之母了，那火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可以为子也可以为母。这个关系也要非常熟的，非常熟。二，五行相克，
五行相克的定义，五行相克是指五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五行相克的规律，一次序叫以次相克，反复无穷。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叫以次相克，不能违背了这个次序。这是一。第二，往复无穷，它是循环不已的关系。五行之间相克，两行之间关系叫所胜所不胜关系，就记住一个特殊的术语，相克关系有个所胜所不胜关系，就谁是抑制谁。比如以水和火为例，水能克火，那就水是火之所不胜，而火呢能克金，那金呢又是火之所胜。阴和一行和其他行将比较而言，它不同的比较和不同行的比较，那么它可以是所胜，也可以是所不胜。这是这个中医学出现这个特殊的术语，所不所胜所不胜的关系是讲五行之间的相克关系，讲两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那么任何一行既可以是所胜，也可以是所不胜，只是看它和谁相比较而言。这节课就到这里。